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回顾一下2014年精力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21轮的一盘主将之战。是由浙江荣美控股队的主将金志熙九段对阵辽宁觉华岛队的主将孟泰林六段。那么这盘棋呢，关系到双方的这个升降级的问题，所以非常关键。那刘老师，您是这个辽宁队的主教练。对，对辽宁队的情况应该比较熟悉哈。对，这盘棋我正在现场，因为那个当时关系到两个队的升降，正好是对冲的，那么两个又是主将，金志熙按理说是应该，大家的期望值比我们的孟泰林要高，因为他现在在韩国等级分排名第二，非常强。对对对，那么这盘棋呢，孟泰林他主动请这个下主将，主将，那么结果也很好，这个棋对杀的很精彩，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好好好，这盘棋呢是由金志熙执黑先行的，对，对，对，守了个角守在角，这儿，对，这个棋，这都是比较常见的，对。像这个布局啊，最近下的也比较多。通常飞居多，府飞上出现的这个飞啊很多。什然么后一接下来家什么一反间，家，什么什么间挂一呢？下之类的，对对对对对，这个种最近成为这个布局的定势。但是呢，孟泰林他靠一个，孟泰林呢，他是比较有特点的棋手，他怎么个有特点法？他不太是像那个拘泥于你这个你的定势啊，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属于这种那这可种能他棋的手，棋风比较自由自由奔放，最早听说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网棋很厉害。网棋，对。现在他也在参与这个搞这个网络，就是的，是的。热情很高，这对。个而且他搞了网络之后啊，这棋啊，我发现他反而不但没有退，还进步了，所以这个棋手啊，如果到达一定水平之后，可能在别的方面，做一些事情的话，比如说读书啊，比如说是做一些别的什么事业，可能会对他棋的提升有帮助。也有可能，对，是这样。有可能。这个他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因为我是，在他旁边呢，做教练，我是对他是稍微了解多一些。那肯定。碰一个，这是有想法的，是这的。是不拘泥于长套。对。他是通常那个飞下的太多了，那碰一个呢很少见。对。那么对于这个碰，通常对他实战是他像搬了搬的，实对战对对在这儿对对对，搬一个也是我估计多数人会这么采用的。这么早碰我一个，我就要反击是第一杆。那普通来说，黑棋会立下来，如是果这这样样吗？的话，那白棋他比如是不是很说高拐，兴？白棋就比较高兴。不管是拆一个或者怎么样，都觉得这样便宜了。这似乎白棋已经达成了他想要达成的状对，态。这是比较奔放的，奔放的下法。这个就想法就通常这个啊，像这个无忧角碰啊，我这个之前呢受影响是吴清源先生下的最多。比如说他的办法是走一个碰一个，这是最得意对，是的，这经常是有这个下法的。种种就是对这个最轻灵，这个呢就比较太直接了，这是符合孟泰林的一种下法，他的风格风是格，吧？特别明显，哇，挖一粘个，在这儿，挖粘打吃是吧？粘上，对，然后白棋飞一个，对，这个呢就是说是便宜是亏，真的很难说。对，通常人觉得你这么早啊，这样不见得就能便宜，因为它厚，是是的，吧？但是我倒觉得，这盘棋可以这么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子力这个位置还是可以，我他们背再面背是，面背面好一因为些。我在想，刘老师他下成这样之后，是否会避免了黑棋这个反的下你法？可能不这样，你要反夹的话，我这个碰有可能便宜。对，因为反夹走一后士，人家不假是先如啊，摆了我块棋在们这儿说吗？你反夹假还说走进这样士，我再继续走，尖一对，个，走这咬个，住，对，虎。走这个，咱们继续把定式走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有走这个了。对，那如果说你本来他走这个的时候，你是应该端对，外面的，是，但是应正该是，常情况对对下，对，不管应你该是是这样，藏还是打对对吧，对，这样。
那这个脚哎，脚太大，靠得太舒服了。哎，这儿引征还继续有。嗯，这个是当然是白棋满意，满意是吧？是的。哎，所以你就避免了你那个夹。嗯。这也是一个思考方法啊。对，也可能是他靠的一大原因。这也。对。这靠呢，就是它变化多，这个也比较奔放，还说下法。所以这现在飞的时候呢，黑棋一看这反夹就不好。哎，对对对。所以他就尖了三三啊，在这儿拆二。哎。那么。黑棋实战点了。对，这个他觉得没有什么保留的，嗯，干脆点掉。这个呢，把这个也断了，对，省得你以后搬我脚，干脆就这把它走掉，你省得你搬我脚了。就这黑棋这两手棋啊，其实它是连贯的，嗯，因为它点了这个之后，白棋就很有可能搬进去了，嗯，因为你再断了打，它这是个硬头了，对。假如说你这不点呢，它是还有搬进去的可能性比较小，至少是。哎，对，黑棋就这么定型了，他觉得这样，他觉得就算了，就定掉。这个黑棋认为这样可以，那么白棋觉得这样也许觉得不亏。嗯，在这个从这个来说，一般呢可能选择黑棋的可能会多，但是这个棋位置如果在这儿或者在这儿，那白棋黑棋能挂或者在这儿它也能挂，可能选择黑棋愿意选的多，但是白棋已经做好准备走在这里，这个位置我觉得你只能再从这儿挂，从这儿挂你会亏一点。对，嗯，我觉得这个棋啊也很有意思，是一个两分的棋。看起来这个白棋的这个布局的整个构思是不是至少已经成功了？他至少是一个有想法的布局，是的，想法，这个啊，嗯，他有想法的人。对，是。那么接下来呢，黑棋一看这小木的背面呢，我这样挂过去不舒服呀，被人家跳起来。对对对。啊，所以他还是从小木的正面挂。对对对，这个是一般是要从这边挂的。是。白棋按定式走。按定式，然后他拆拆这个棋呢，走大场，也有这个时候啊，就也有比如说惧怕你后势，那么我赶快拆，嗯，也有可能，把黑棋挂，然后再跳他走，这也是一盘棋，慢慢下吧，在这儿，大概是这样，是这样，走这个，那么跳一个，他就走这个，是吧？这是一盘棋，他在逼住等等。就一种下法，但是呢，孟泰林呢，他不惧你那个，你过来就过来，后势抢这个大场，这步棋确实很大，很大，诱惑，对，很想下的地方，黑棋走这儿，对他，你要这样是白棋希望的，那所以呢，他这个好棋，嗯，这个好棋，这个是不错的啊。我们看他下的位置很有意思，他下在这儿，他也没有逼得很紧。因为紧的话，那两个子还很紧呢。走这儿，它有两个飞，并不好。是的，是的。两个飞。嗯。在这个位置比较好。哦，这个棋的位置很有讲究。对对对。大家看了。是，这不错啊。这个黑棋又飞了。黑棋飞一个。这个呢，白棋往外出头当然也可以，但是呢，他觉得有点无聊，是吧？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就反正这一个小尖放在这里，就一块活棋，干脆再抢个大的吧。这的确很大。嗯，这个棋呢，如果让黑棋走呢，的确是太大了，是吧？是的，这个太大了，是的。所以这个棋要抢，嗯，这个拼命的抢一个。嗯，你如果上面来，我就下面就算了。对，二路漏一个就行了嘛。当你如果你要再来的话，我再往前出头或者飞，比如说出头就可以出也没关系，嗯，是吧？这是他的想法。是的。但是这个时候呢，黑棋来个狠的，挺好。靠一个，对，靠一个，靠这个呢，这个棋，如果你走这个，等于这样的棋了。是吧？哎，对，有点像这个，他尖冲完了，这是什么？就脱退完了，然后是你要退，我当然最舒服。啊，再打下来，是的，这是最舒服。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奇筋。对，这也是他当初走在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连贯手段。连贯手段，因为他走这儿，你飞一个可能性很大。对啊，飞完了之后就他就有一靠。嗯，这个挺好。你要团这个形状嘛，他这个形状比。不见得好，是吧？嗯，走这个他有可能这个，是吧？嗯，哎，那下法就不一样了，和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是比较紧凑，对，紧凑好棋。那么这个棋，白棋的怎么处理？对，作为孟泰林来说，肯定也不能轻易的就让人家便宜了，在这儿这个地方短兵相接了，要挖一个，挖一个，嗯，大吃，必然是这样，粘住，他接住，对。然后白棋团一个，
的这个要断，那么黑棋补。那通过这个呢，黑棋逼迫白棋这么定型，他也后了，这边走后了。那黑棋白棋呢，剩下的就必然走虎一个，那么他就挡住。嗯，这时候白棋断，把这个断下来了。断呢，看似这没办法，好像不断太大。对，不断的关键是被他尖一个就变成先手，受不了。这个局部发现是一个金贵角的原型啊，这个受不了，这个太大了。嗯，对。那你挡了之后，以后还有收刮。对。所以很麻烦，所以这个呢，看的没有办法，这个是看似小，实际很大的棋。这个棋要断，而且现在正好能够成立，因为再如果多一颗子的话，就不成立了。比如说像。你说如果这样交换，那就不成立了。这一带有个子，任何地方好像多一颗子都不太好。他要把那挡死了，在这儿。对，你比如说这样，他有个扳。连扳，然后打吃。对，有一个。他假如说这儿有个子，对，如果这样交换，那就不对了，打吃。他提掉。对，再来一下，他可以拐住上面。接住。黑棋把他拐死。对对，打着他能粘上。嗯。这个棋呢，就差一个利用。嗯。差一个利用。这样呢，就白棋就死掉了。你看他怎么着都死掉了。那么如就差这一颗子，那么这个棋就没有这个交换的话，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只有这样的话是不成立的。那就不行了。对，被人家贴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刚好能够成立的情况下，白棋断。嗯。但就是说，他你如果走任何地方，他可能都是、这个、他就拐一个。你不管走哪个地方，他都走这儿。是的，是的。嗯。那么黑棋贴起来了，贴起来，对，就像这样的棋形啊，就黑棋贴起来之后，大家看的好像这里很宽广，宽广，黑棋的后势开拆挺合适，是嗯，但是这样的棋呢，你是不能下的，你不能下这儿，嗯，像白棋下这儿，嗯，被人家糊起来，那就难受，你上面扳两下，等于说是帮人家围控，对，你不是在破控，你是在帮人围控。白棋要走就放着不走，就可以走别的地方。假如说他不贴的话，你就恨不得直接打进去，或者这种地方就直接进去扔一个进去了。但是黑棋呢，贴的是一步棋。对，他要围的大的。白棋黑棋不肯走这个，他觉得围的扁了。对，所以他要全部围住。嗯，这样呢，他觉得才过瘾。那么我这个损失的控啊，我才能够得以回补。没错。所以对于这个棋，黑棋这个也是，这个时候，你愿意下黑棋白棋？你说老师，我好为难。为难了啊！主要是看对手。看对手，看对手，看对手。这个如果说对手比我强的话，我觉得我下哪方感觉都不太好。对，现在这个棋看着很大，怎么走？如果你轻轻的掉，被它震得很难活。是。远掉呢，又不知道掉在什么位置，看这个白棋怎么处理啊？白棋先提了一下，对，先提一下，交换一下，交换这个扳很大，为他要利啊，交换成这样，他不肯自己去那儿自补一个，然后自己被你扳进来，这太输啊，那不行，那不可以，所以他立下来，这个也很大，这一定要撑住，是，然后在这块空里面，这拆了一二三四五六，绝对不能说这拆六都是他的了，这绝对是不答应的，但是可能。我不知道这跟棋风有没有关系，不知道刘老师您下的话，您会下在哪儿？您是考虑调一个，还是直接就深入了？哎呦，我这个说实话，这个我很有可能调一个。我觉得调一个挺很有可能，挺有分寸感那种感觉。比如说调在这一带之类的话，就已经差不多了，就感觉就差不多。就调在这儿都觉得是不是有点深了？是被人家镇住，这个子能跑吗？有点心里有点害怕。我可能他掉一个，他如果再震我，我有可能再碰或者怎么样啊？因为高一路毕竟好多了，这六路，但是孟泰林他个性很强，个性强，我只能说，因为这两个子啊，本身是在黑棋嘴里，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碰一个，嗯，有点像那个碰啊，但是这个看似就比较深入的，这完全不一样，力量大的，是的，是的，力量没错啊，他确实力量很大，力量很大，这个棋，这个。有这个胆量啊，或者是很难说，有多数人可能会掉一个。对，像这种呢，就属于力量比较强的人。这个也是代表他这个棋风啊，比较奔放随性啊，这是他喜欢的。是，他喜欢，先碰一个再说，看你怎么来。对，你怎么应？以前也看过孟泰林的棋，就觉得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我都猜不出来下一步是什么。对对对对，完全猜不到。对对对，猜不到。嗯。他尤其在里面做就是杀棋的
那个在里面智孤啊，他挺厉害的。对，是的，这方面很有才能，我觉得他。他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金智熙会不会有点火冒三丈，对，居然敢往这碰上来，有点上火。多数可能会这样，因为那个太强了，是的，都不会再去力啊，或者是走着或者搬呢、啊哦、借力，他干脆就来吃你吧。是的，这第一感。哎，这金智熙也是个力量齐，所以他第一感就这么两个人正好两个人对上了。拼力量。这个孟太林也下之前他也很兴奋，他觉得对力量他觉得是一种挑战，很喜欢，很高兴，是吧？能有这样的对手、对遇到对手他也高兴。嗯，那么搬一个，这是常见。当然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在嘴里呢他不会去沾这个了，是吧？也不会退的话白棋再走这个很舒服，是的，直接吃，很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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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起来呢，小尖像是这个最强的象。是啊，我觉得已经就恨不得就把你这两个人生吞了，把你全吃了。我建议你别想跑了，全是我的。相当强。切下来，相当强，现在。然后白棋打吃。打吃，这个说是个复杂的。这个摆啊，事后摆啊，这个也是相当复杂。最强的，最强可能是这个。哦，他接上是最强的。最接上，你提了他给你硬吃，这可能最强。哦。这可能是最强。那如果说这样呢？这样您就跳下来。不，他就这样，吃你就硬吃。哦，这样也能杀掉。然后虎呢？哎呦，这活了吧？这活了，好像活了。对，我觉得好像是。这可能他是只有这样哈。对，我觉得您大概只有跳下去。只有这样。但这个能罩住他吗？哎呦，这个棋还真的，这孟太林他说是这个尖了是最强的，尖这个。看到我现在怎么觉得也不见得就能吃着。回头我碰到他，我再问问他。问他这个人家团一个你怎么办？不见得能够最行啊，他这个孟太林他给我是当时复盘，我记得是这样，这个可能不见得能吃着。我觉得这方挺悬的，就不好吃。这个我现在有点怀疑，他这个说法不见得正确。嗯。能吃着吗？他立了一个。他立了，但如果跳的话，是不是被人家团照一下，他觉得也容易跑出去，还是怎么样？有可能，或者是单肩呢，还是什么的。所以我完全没有想到过是要站在这儿。我以为他总是跳或者是破底下的眼。有可能。他实在是这个下法也是吃起来也很那个什么。我发现要吃一块棋真很难。你想，你都摆了一串在这儿，人家靠一个上来，你逼住他这么厚的后势等着，还是不好。这个力也够强的，这个下法相当强。团这个接住，对，接住呢。看着其实白棋挺危险的，如果单看的话，黑棋长。我在想他能跳吗？如果跳他会这样吧？活了，会这样，已经活了。这样你的。搬他这至少是这个先手，对，这个是先手。那么这个棋就有活的，是不是有那个样子？你只有打这个，我打这个是吧？这样，这个就至少有个结了。你跳这个是吧？哇，不好吃这棋。这个至少有打结了，已经打结了。有打结的这种。这打结就已经不好弄了，这是本身结很多，就靠一个你能不挡吗？对，就结的感觉了。这个就不好吃，不好吃，不容易吃。就这个你又打劫，你已经不成功了，我认为就不行了。那么这个跳是不成的，所以他单场不能让人家挤到这一下。对，拖到这一下。这个棋他就来个实战的，这招棋其实不容易想到。他的想法我想啊是来一个，你如果这么吃，他主要想拖这个可能。他先走这个，对，然后把这个打了，打吗？打不打都行吧。那就单拖一个，单拖一个是不是好一点？因为这个粘到一下还是不一样。是不是干脆粘掉吧？就粘掉是吧？你是不是得吃着我两个？我吃。不吃两个不行，我这儿跑了。那我就吃两个吧。等我这个时再来这个。再拖一个。再拖这个。这样好像又回到刚才那个形状。如果拖完了几招这一下的话。对。又不行，就那什么啊？是的。不，现在你是我可能要这个。您还要退回来，然后这断了拐出去是吧？对，我不挤了，我就不挤了，我直接这个了。那不行，那就进活了，然后这都飞到这儿来活。对，你要这样来，我就断了。这个成立了。是的，是的。这就成立了，你看看这个棋，就这样
是这样了哈。嗯，这一管你怎么办？我办不了了，我没法办。这儿就顺眼，这毛病太多啊，这不行是吧？这不可以。这要进货了，这要进货的话，你冲断是不可以的。嗯，不能冲断这棋。那这个棋还不好吃。真不好吃。不好吃。确实，这一靠这，已经发现这怎么都好像很难罩得住。当然你说你非要吃它的话，你要从外面来。嗯。这样。啊，那不行，那不行。这个好像这太遥远了。随时他只要这个一旦成立就不行。对他底下一挡啊，怎么都是个先手点。对对对对。挡完了之后，你小心你自己没活。我这个他这有个托，很讨厌的托。有个托就不行。受不了，嗯。要小心他先往外送一送，这个本来他就要双，你不能送着他。现在这个棋他想了半天，看来不好吃。那么他是实战他。实战黑棋是拐了一个，来了一个拐，对，那这个棋已经投降，这个棋就放弃你这个这个吃，确实，之前这个吃可能就有点贸然，嗯，还刚好是这个气儿啊差一点，这个不差一口气是吧？不行，差的不多，因为你走这个街的时候呢，它也得断打在这儿，不然的话，嗯。这你这两个棋筋没吃掉，人家后面不把你夹住了，人家连回去了都。他就往前走也不行啊，就双出去也行，人家棋筋还没吃回去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三个子还没连上。三个子对，回头你小心被他扳死。对，还有问题。拐出来。他这个双一个。嗯。双一个，我看，这个棋就他靠一个其实也可以。嗯。就回去出来。这好像招发。出来的话，如果他一旦出来，你这个都在二路混合爬。嗯，就效率不高，你就被控破了之后就已经失败，这个地方是关键。没错，这个孟泰林就直接硬的来做活，你一口气你吃不了我就拉倒。对，哎，这个比较强，这个地方是个复杂的地方。所以这里啊，白棋下的看起来很过分，但是呢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表明了我这里就是能出棋。确实我们没有看到就是黑棋很简单的一种能把白棋杀掉的方法，到后来他们事后复盘研究也没有发现这个招。对，后面孟泰林告我说断了他不见得行。哦。但是呢我看刚才那个也是。团出来是吧，要么就是说团了既然你就单团一个也行。对呀，啊，我反正没看到黑棋有直接的吃法。是是是是，我觉得。除非你挑吃在这里，这个可能吃法不见得能行，还是活的概率高。说吃棋，因为吃棋很难呐。这个靠一个，我看当时我当时看说是靠一个也是可以靠一个觉得好是吧？嗯，如果他挖的时候，您就单冲出去，单冲这样，也可以啊。嗯，这他也断不掉。对，我觉得这样很明显断不掉。哎，这样也可以。靠一个是不是觉得这个头更畅一些？更畅一些，他就是选择来说啊。嗯。所以呢，他也是这个，但是你要走这，他飞了，他可能就冲了。是的。嗯，就不粘在这儿了。就直接冲断，然后双手就完了。对对对。这样就更不容易吃了。哎，对，是这样。他还考虑自己的生死问题。所以我当时觉得顶着头可能是不是个奇迹，嗯，但是孟泰林他觉得这样也可以。所以已经跑出去了。这样变数比较那个什么，我觉得比较复杂。这棋呢是这样，就是接下来呢黑棋飞了一个，飞一个。那白棋这块棋呢，虽然我们刚才说它已经算是跑出来了，但是这个前方的路啊依然不是很明确，就这块棋能不能做得活不知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只眼。对。啊，所以说这块棋究竟这个后世会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2014年围甲21轮主将战，由孟泰林对金志熙的对局。刚才呢，跟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黑棋刚刚在这儿飞了一个，这块棋呢依然前途未卜，哦，还挺危险的哈。看样子真的一个眼都没有，不容易活。看样子啊，这要对杀，你说这个棋啊，嗯，实力相当的话，我觉得都，白棋这个路很都。看不到明显，是的，替白棋会捏一把汗。刘老师刚才想靠在这儿呢，是因为他如果说外面不管你怎么在，比如说这样吧，哎，比如说再飞过来，对对 对, 对。那么刘老师一直强调这个拖呢就可以，哎，实现了，哎，就可以拖在这儿，这拖到非常有用，因为拖完了之后这是
再拐过来的话，或者搬下来，这脚上的眼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儿。对，这个托很重要。是的。嗯。实战呢，它是双了一个，在这儿。双一个，双一个，飞一个，那么再走这个位置，哎，这个是要点。嗯。黑棋跳。跳一个。对。很强。那么现在走成这样的时候，白棋能不能拖这个呢？现在这个拖啊。啊，现在这拖您。我就害怕您是不是搬到街上？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特别狠的就接回去了。这是一种下法。有这可能性吗？这是一种下法。啊。这个也是一招，还有一招是，这一招我看就说不定能成立。还有一招就来个狠的团一个。团断它。嗯。哦，团断。假如说白棋挡下去的时候。对，再走这个。啊，现在来不及，现在走那儿只有一只眼，反正不管走这个呢，人家渡回去了。渡回去了，对。走这个人家夹住你。夹住。嗯。来硬吃，这样是不是狠一点？嗯。这个我知道了，我应该怎么下？我应该走这儿，我先把您冲断。哦。然后再拐下来，会不会好一点？拐，他也是。再拐这个。再拐这个，是。然后再走这儿。这样。哦，这样。这样比较狠啊，他是不是他只能渡过了？哦，渡过呀。嗯，渡过那我，您跟我杀气是吧？这也算不清楚。这个也比较狠，这个也挺复杂的。嗯，哎，这个拖这个啊，刚才你那个招不是就可以那个实现了？就搬了街上，就搬了街上就这个就可以。那就搬了，那就这个更狠，这个就可以。哎，这个更好，这个挤的时候还能考虑一下我是不是要长。嗯啊，这样啊，现在走什么？现在你要挤它长一个，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反正长一个比断一个更扎实一些，那个断有点看不清楚。嗯，是这个也是一个，你爬它可能走这个，对，走这个是吧？是的，好像。还没有活，白棋也要活起来，也需要一个手段。是，这不太容易，好像。啊，那么这个都没走。他实战先往前蹦了一个。往前蹦一个。嗯。蹦一个呢，就如果你再，比如说再走一个，他可能就这样了，可能是不是就不通了？这里面好像很容易折腾活。这个就不通了。你如果这个，他可能是这个。啊，那就不一样了，这现在团断就完全不同了。他就这个啊，对，对这个，搬住就行了，大概。对你这一个这个，他就搬这个了。嗯，刚才因为没有这个，可能连着回去，因为没有这两个交换。是的。他可能黑棋就回来，如果当时他会这样，嗯，就外面封不住。是。啊。啊，刚刚是这样。现在如果再走这个，他有一个这个棋。拖的时候，你黑棋这个是不成立的，这个现在不行了。哎，他有这个了。是的，是的。嗯。那这个搬现在也不行，搬这个被人家一断怎么办呢？这接下来人家一打一虎，是不是要把这个已经圈进去了？你说对，如果沾着打虎啊，嗯，这个不可以。这个子有这个了，也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棋。拖的时候没有办法吧？这黑棋好像没什么好的一办法，这确实是要。你要走这个，他可能这个就行了，是吧？要活棋，对。走这个他就搬这个就活了。是的，是的。而且搬完了，你关键还得，你得赶紧走吧，小心你自己死。只有这个吧。啊。这个还不行呢。这被人家监住，这冲完了监住，对对对对，这都不行，这个不可以了，啊、不可以了，这都已经很麻烦了。这杀完了，发现自己死光了，这不合适。所以这个一拖是就。这个一跳，嗯，如果你再敢追杀，这一拖，这就怎么着都不行了。对，怎么着就吃不掉了。嗯，吃不掉了，这个就很难吃掉了。没错。嗯，所以这个棋，所以黑棋回防了一个。回防，哎，没有办法，这个也是没办法，防这个拖是吧？防这个拖。这个看起来白棋现在好像境况好多了，因为现在轮到白棋下。哎，对。那边毕竟还有个弯出来的脑袋呢。白棋还是小尖了一个，白棋可下的地方多。嗯，这靠一个。冲断。哎，这个棋实际上
那有很多选的，我当时觉得这个飞是不是会好一点啊？好一点，应该飞通常是不要贴着它走，弓对方是要总是松着弓，是的，是的，这是常理。嗯，它是贴着走，我觉得就吃不掉了，我觉得吃不掉。我当时怕的这个啊，走这儿这个呢，当然是变化还会有一些，有些看不清楚，有些看不清。不过我也比较看好白起能跑掉。你看，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太好吃了。再往前怎么走？嗯，比如说我走个这儿吧。啊，对对对，这个他可能这个。然后再靠一个。是是是。哦。接下来怎么办呢？这个也要也得花点花点功夫是吧？稍微花一点，不是很容易活的。稍微花一点功夫。得花点功夫在这儿。嗯，这个不像吃掉。对，我觉得它能活。它可能活期的可能性很大。活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是的。嗯。活期可能性大。对。嗯。这个，那如果搬不是一样吗？他现在是白棋走了一个实战啊。对。白棋的下法，我觉得当时学搬的话，他是不是要粘呢？还是什么？那他有可能是粘。粘。我觉得是。啊、粘一个。对。那么我粘上呢？嗯。这个棋现在可能一时半会儿它挖断不成立，但是我可能先外面先走走，哦、比如说这样，哎，走，等到时机成熟了，我再考虑挖断。这个吃棋，这个我们看孟泰林啊，他、的处置方法，他就来先来个狠的，直接给你先冲断，给你放在外面。提掉，这也别而且要把这个也给拐掉，这个也该收的不都走了。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跳一个，跳一个。啊、嗯，他之所以这么下呢，他就预计，如果你挡回去的话，那我走到一下跟你挡在这儿比，我白便宜两目，至少是。嗯。那么实战呢，黑棋是补在这儿了。对。嗯。这个棋不补在这儿，不补在这儿的话，如果你走别的话，他这个挤一个你也受不了。对，这个挤了。可能这个不好吃，基本没戏吃，没吃人家棋了，没什么希望啊。看起来不像吃着，对啊，不像吃着啊、嗯。所以呢，这个黑棋又逼迫他补了一个，他补之前冲一个，这个冲是个坏棋。是，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冲一下？他想紧气，这是一个常见的职业棋手的一个一般是要补之前都是先冲掉。那你这样觉得为什么他是坏棋呢？紧着他气，啊，多一个劫财。对，我是这么想。多一个劫财，因为你这个冲完之后啊，使得白棋啊，他就可以挖了。哦。就这一个劫财。他本来是不能挖的。不能挖。如果说这下不冲的话，白棋挖，挖打吃，打吃。他虎。虎一个。他提。他提。你劫财不好找。这白棋不好找劫财。现在由于冲了这一下之后，对，之后他有一个扑的劫财。现在你。如果这样子，你提在这扑一个，你提他的，他说你不好找劫，再提。是的，这个棋黑棋不知道怎么找劫了。嗯，任何劫他都不要了。就先给你抠出去。哎，对，你不是走这个他抠，嗯，哎，直接就打穿了。这个活棋不怕。没错。没有劫财，别的这两个他都不要。嗯。所以。这个太大了，实在是。哎，这个棋还是有点麻烦，那怎么办？你这个。所以他一挖的时候，挖的时候他说这一做劫啊，这就一个扑，他说没劫了。嗯，他尝了一个。他尝了一个，那这样的话，我倒觉得真的是，你这个逃出去了。不，你通过这个冲完走也帮白棋走棋了。嗯，他的头尝出去了。对。然后你外面还得提一个，要不然你被人家断了，尝出来自己这块棋。哎，必须要提，必须要提。啊，白棋再一跳。跳，对。顶住。对，这个要回家嘛，拐一个，嗯，是，对，搬一个，对，断一个，断一个，这时候是什么明显？你如果走这个，这有个断，哎，这里有个断，这哎，这小心。这个因为之前这断都是挤，都能夹死，先，所以这个断呢，它是必然先手，你走这个，只能走长这个，对。他下的也很谨慎，他就把该对对走的先手都给走了啊。那我说，我如果这个也是注意，他这儿有个断哦，有个锦旗，以为可以跳加一个，哎、对对对发现被人家断掉了。这个断，
段大家看看什么意思啊、嗯、这个时候一定要谨慎啊，你别这个跑了半天好不容易跑出去了，结果前功尽弃，有一点不谨慎的地方。加这个是吧，嗯，他能够他先冲这个吗？我看是他就先单冲这个吧，冲那个吧，冲这个吧、啊、冲这个啊、嗯、这如果能吃掉怎么都行了。对对对对对、嗯、可能是这样，总是他直接把这一串吃掉、嗯、啊吃掉是吧，这有个段，他还是直接这样。我倒觉得是不是把这个打掉，这打掉。对呀、啊，为什么不打？啊、好奇怪。打掉，哎、打掉再这样。那这个时候不好意思长嘛，多半只有提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但不管怎么样，白棋都已经跑出去了，这毫无疑问。这样不就简单吗？打掉好一点。打掉好一点。我、嗯、估计他现在总会提掉。可能是提掉，他是认为他提了，可能是这样。哎，就虎一个。嗯。这样。正常吧，对，是的，这样正常。哎，这样呢就说，但是他觉得这两个交换不好，我要点在这儿的、哦、所以他在这个哎，是这个情况，所以他就不打的话、嗯、情况不一样啊，不一样了，人家就长了，对，实践是实战啊、嗯、然后他再提，然后黑棋来个狠的扳住，这个有力，大吃，对，提掉，对，大吃，对，那这样呢白棋稍微被打下去了，也让他难受。嗯嗯，这个不舒服。没错，这黑棋好歹还是有些收获。你看到他外面挺厚的。哎、刚才如果提到这儿打了虎，他就没那么厚，至少是。是。现在呢，脱脚了。脱脚。在这儿。嗯。这个活出来啊，不管怎么说是便宜了。对。应该说是白棋便宜了，是白棋好。嗯。啊，白棋好。但是好呢，你这个是也不能掉以轻心，有限，是的，是的，有限。哎、嗯。因为不管怎么说，黑棋也外面便宜一些。对。现在黑棋是这个断一个，嗯。打吃。打吃，对。翻打。翻打，白棋提掉不粘了，怕你那个、嗯，这再来一下。他接了一下。单接一下，这个断当然是很大啊。太大了。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没跟他开劫什么，他就直接粘上算了，在这儿。黑棋粘上。可能他这个接入呢，就接下来是看到白棋有这个顶，所以他就算了嘛。那要么那黑棋是不是就先走掉也可考虑嘛？是不是啊？对呀、啊。走掉嘛，走掉，这都是先手啊，用这两个的关系。是。干脆走掉算了，是吧？对。走掉，那么白棋走了再粘上，白棋就在这一带，嗯，打活就行了。主要是你拐到这一下的话，跟这个断依然没有关系，你还是断不掉人家，嗯、断人家一长就行了。对他这个等于算成这样先手啊。是的，是的。哎，这个棋他没有这么下，他没有拐，而他是单走的。那么白棋产生了一个强手，嗯、这个强手呢，就是说你如果走这个，那么我就给你闷进去。这个好像看起来黑棋不太行。你现在这种棋都已经来不及了。就算来得及，啊，就算来得及，就算来得及啊，哎，他现在能拐吗？对，他大概会这样。这看起来很可惜。他是会来个狠的，这个是孟泰林全把他蒙住。他的想法，这就直接粘上，直接粘上。嗯，你冲断我就给你断，然后以这个大气给你杀这个气。这黑棋统共，就算你扳到两下。嗯，加起来五口气撑死了。对，白棋肯定一看他这个，啊、他太长了。搬到这儿就四气了。你都不用数了，人家有多少口气啊？对对对对，太多了，这差的。这个是他算好，他就准备这么给你干。嗯，这不行。反正是给你冲断，我就一路闷死。那么你先既然没有拐、嗯，你保留了被他产生这个靠。对，那黑棋这拐到一下差距太大。我觉得他应该拐掉。是啊。嗯。他后来没有问问金志熙你为什么没拐掉、嗯、这个顶先手好棋，嗯，使得他好像没有办法，只能走这个，对，得走这个是吧，而这个还都没有交换，是的，保留，嗯，然后黑棋这一看呢，索性这一不做二不休，他是不是也有点担心人家会跑出来啊？假如说他那是有跑，是有跑，他要跑出来，比如说他在底下走一个，啊，那是看起来挺大的，对不起，这个跑跑挺难挡的，他很麻烦，这自己还有问题啊，嗯，自己有问题，是的，哎、这个跑很严重，对，哎、所以他拐了一个，拐一个，这个是我知道，这个他们。
这个孟泰林的后面，他的直接就走这个了，这是他后悔的。孟泰林，那是他觉得应该长一个就形势好了。哦，这样啊。哎，这样的你的前面的优势都能保持住，你只要给他分开就可。下得有点顺手。哎，只要分开即可。如果说走这个，那黑棋加在这儿，啊，加上他就拐一个，哎，这样拐一个。这个他得补。这个看这不管你补那个还是走那个，他说这个形势他好掌握了。嗯，这样呢是白棋优势的局面。对，白棋空其实挺多的，这个角，他这边这。对对，角上空不少，黑棋的实际的目全盘，并没有，特别实际的。你这里有跑，这里还不是你的空，因为白棋优势，这个他好掌握。嗯，哎，应该长就行。这样呢，你他再走压，你就长也都行，是吧？就单长为好。他是直接扳的，这是实战，这个呢很冒险。这个看起来好像扳住人家头，对，很厉害。那么，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对，那我们看看这个实战，这个冒险怎么个冒险？你看，这个他没想到黑棋就一路给他弃子，对，硬来，干脆弃子。这个时候黑棋肯定是立足于拼了，我要跟你拼了，对，要不然这棋肯定是不行了。是是是是是，这个也是非常硬的，这两个人的风格真的太像了。断一个，断一个呢，黑棋来一个硬的，直接，对，你看起来这味道不好吧？味道不好归味道不好，直接藏在这儿。如果走这个，当然断打之前，味道特别那个，他白棋要补一个。嗯，那走这个之后呢，它里面也得补。但是呢，那面他给你撑住。嗯，他死活先撑住。先撑住，对。他先挡。挡住，对对，挡住。我就在想，他这下不挡会不会好一点？不挡。他不挡，但是如果直接吃上面的话，底下是不是跟气有关系？也可能有，但是你不挡，但如果尝到这儿就跳下去了。是是是是，但是你自白黑棋补一个，你也得补好像。哦。如果你说不挡，你直接补一个。对，这个棋它就算补在这儿，你这个里面也很痛苦，也得补一个，也补，反正也得走，也得走，好像。那好吧，那就挡掉吧。实战，它挡的时候啊，它不是粘，而是虎一个，就弯在这儿很重要。对，被这个打一个。是的，它粘上。嗯。哎，这个棋呢，然后再回虎补，如果不补，里面是个打劫。哦，它是贴在这儿吗？贴在这儿，对，大概是这样。走这个，它会走这个。嗯。他走这个，然后他是立哪边收的？是这个吗？有可能是这个，这就打劫。嗯，这好像怎么都是打劫杀了里面。打劫杀，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劫。啊，打劫杀，这打劫杀，但是它外面气很多。嗯，如果白棋如果意识到形势不好，跳一个可能。里面打劫也是一招，孟泰林至少这么，他说当时就准备想过这个，就想跳进去。哎，对对对，这个跳确实太大了。最后他是补了，最后他选择是补。嗯，但是被那个靠住之后啊，被靠住之后，这块棋如果都围上，黑棋不输，黑棋还是可以。如果都围上，形势好了，真的是不能有优势意识特别得意的那种。你想，这白棋都破，黑棋的基本控都破成这样了。结果就是那儿松懈了一下，他没有下的控制局面控制的不够好，对，就被黑棋成了这个棋，看着味道非常恶，但是如果都撑住了，这个棋，还是黑的好。他就是都撑住了，是吧？对，这个黑棋打吃，对对对对对，长，哇，就全部撑住，全部给你牢牢的撑住，你就都硬着来。啊，你以为你能出棋吗？他告诉你，我就是把你压住，你长呢我就接上，也没什么用。是啊是啊是啊，这个棋。然后白棋点了这个，在这儿，这中间一定要突破一下。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黑棋可能就在目标都是那个要围这个大空。嗯。但是在此之前呢，黑棋应该有一个次序，在这个时候应该先把它刺掉。哦。这个时候，那个先粘之前先刺。对，是的。哎，你这个是你的决心，这很重要。哎，你看你估计得接上。基本上是你走了，你别走别的，走任何东西都没用。嗯。走这个它也会长，它你大概是要走这个呢，一个是有冲断，一个可以接下来。哎，我这个交换掉，没有必要留保留。嗯。然后我再接，
这样就可惜要赢了，这样很好，这样很好，确实、这个棋没有走，没有走之后呢，然后他来找突破口呢，他走这个。黑棋跳一个，这个跳也有问题，这个棋可能是这个是最强。对啊，这看着形状不是在这儿吗？这是最强的是在这儿。嗯，是的，是的。这是最强。他如果走这儿，白棋是会穿吗？穿那就算了，穿啊，到他这个棋就一路贴住，都不见得赢这个棋，穿不见得赢。你这个棋如果你冲断，冲断啊，冲断这个，他就是团住，团这个，这白棋现在只能贴啊。对，他搬这个棋一路，这样就把你给闷进去。那全死了。闷进去，全部闷死在里头。跳这个。那么就是说你贴的时候啊，如果你再往前贴，它可以还是搬。哦，是这样。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呢，可能蒙台雷要想想办法了。那这棋就危险了。要想想，动动别的脑筋。嗯。要动动别的脑筋。对。但是呢，这个棋它实战有点令人费解。嗯。实战呢？他实战跳了这个，居然跳这个，难道这个不是奇金吗？这个是奇金。这个是奇迹吗？这看着好像很容易连回去。是啊。怎么办？冲断是先手吧？是啊。嗯。这个不明白。打两下，然后一跳一，那不行，那不行，就已经把你吃了。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你，你刚才不行。邱老师说的是这样，你如果你说哪个打？假如说退是吧？随便走一个。还是走，就算这个哈，就算退一个是吧？退一个，那么呢，这个冲。断也出来了，就算断都出来了，这个断掉也行。他说这个就直接这个当然是不行了，这个是不能看的了。接上。对，那这个这一点一挤、看得很清楚。对，你这一口气被打完了就一口气，你跟哪儿、你要冲这一叫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个里面的下法一看形状就不对了。对，这棋形太容易出棋了，实在是。这那个是要点，这个是金智独秒啊。可能有点他想机会来了，他对这个还没有自信、但是这个是更能够让白棋左右为难的时候。他实战的是这样，然后白棋小尖，黑棋搬，他这就出棋了。对，这已经挡不住了现在，而且人家而且他是往里打，翻吃进去，如果你吃这个还好点，人家好歹是他可能以为你吃这个，然后你只是这个，那他就把你的口收住、那就算了，已经可以了。收住或者是这样，叫小尖一个就行。这样收住当然好了。对，收住这样黑棋并不差。对，这他希望这最大限度的这样。结果实战呢，人家是翻打进去，在这儿，这个就不得了。这个因为啊，你在它里面抓花的话，它本身眼位就不对了。那这个空全破光了都。你现在他虎了一个。这个虎啊，关键他是以为是先手。现在已经不是先手，人家就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嗯。他，还有别的问题吧？你如果粘上被我提也不行。嗯。这个眼位太多了，这中间的利用啊很多。嗯。这个眼位你这抓也不行，他是走在这里，以为是先手看看，结果被他。结果他人家一挖打，你提掉的时候呢，人家先把这个冲回来。黑棋搬了一下，因为这里面啊，人家其实是个活的，你如果接上他爬完了，他弯在那是好歹是能活的。对，虽然活得委屈一点。本来看想试试你走这个独秒当中了，当然走这个他怕加一个，这里面有至少有结活。对，他实战是这样走，他然后又回头了，在这儿。如果这个棋他粘上，要吃我那个，那么看他爬一个是吗？必须爬一个，挡住。对对对对。不，我想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他大概会是这样，先走里面，先这个，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招啊，原来可能是这个，这里面有点，这有点，那走这个他只能挡住啊，对对对，这个棋就已经有出棋的，好像这看起来出棋的可能性很大，他就算这个。这个当然很多先手啊，对，这个里面本身是没有静死，他可以弯这个，然后哇，他坐在这儿，对，弯这个你点他走这个是活的，你如果哇呢，他至少能活一半，对，但是他还不肯，先就拐一个你就受不了，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一搬他就断，你大概是这个长先手，这就打一个也，这已经花了黑棋很，是
打一个可能就是长野是先手，这很容易就冲进去了，这个黑棋的空已经被破得稀里糊涂了。走这个啊，我们看看，走这个他挡不住，挡住棋先手他一长就行了。对，走这个粘这个，这是有一个长，看啊，有个长。对，因为这个拐打先手一冲，黑棋挡不住。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里面就要出棋，哎，有棋。所以呢，黑棋现在赶紧回头了。对。黑棋这个时候是这样，这个两个还没有走啊。嗯。那个。这个有一个。啊，对。没有走。这样的棋。是的。现在黑棋呢，赶紧回头，在这儿。他觉得粘上，走那吃不掉，他就回头了一下。嗯。这个是不是长了一下啊？他现在长了一下。长了一个啊。试探了一下硬手，然后赶紧爬。爬。把这个补掉。对对对对对。搬一个。搬一个，粘上，对。接住。嗯。补掉。对。下成这样。嗯。那么黑棋呢，又回过头来把这个刺。把这吃掉。中间唬住。嗯。啊，白棋挡下去了。这个挡现在挡你再点就没了，现在可是就不一样了。嗯，长，抬一个，拖。这个棋还很有意思，它让你收气。对呀。收气呢，本来是这样，但是它搬一个再来挡住让你收，你这必须要自粘一个。对。但是实际上也不影响。嗯。然后接下来呢，黑棋被逼无奈，这块棋他得做活呀，这得挡回去啊。然后人家把这个一打拔，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吧？对对对对对对，白棋先手提这个，这个不是眼，你看这儿没眼，这儿也不是眼，他只能在这儿做眼，他直接就给你点进来了，他先刺了一下，在这儿先交换过啊，走过一下，然后这儿现在白棋把这个走掉，对，是吧？嗯，这儿他交换一下，哎，这打僵了，贴回来。哦，这个棋啊。这里面这实在是太惨了，黑棋。倒是他能够勉强的，勉强可以活，是吧？勉强活。对。对。啊，下成这样，然后这个黑棋终于没有心情再继续下去了。那么这个传奇的结果呢，就是直白的孟泰林是中盘战胜了金志熙，夺得了保级战的关键的胜利。好，我们今天的棋局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